地薄。啊，岩浆。他应该懂我大意，那我就飞来一天外飞来一剑。我又挖了28个铁。哇哦，又一套装了。抬头都被那蝙蝠吓一跳，刚看到法师在飞，法师丽奈迪加，有哎，这边很多铁啊，你们放我放箱子哦，好，可以用哦，烧好的吗？对，有烧好的，有一些，哇，汪汪，20死了，灰队快灭了，哇。真鬼鬼啊！刚刚没砍到泱泱，真的是很难过哎。可以啦，他已经把他砍了见底了。阿斌，你有看到最上方有个铁吗？对啦，掉到骨头啊！超上面，有点小危险。没有看到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那个我去好了，前面差不多都 peace 了吧。差不多都劈。哦，要吃金苹果，这么好、啊？哦，哎，真的哎。他在受伤了。他们是刚刚哦，他们是在打架，还是刚刚补血而已？可能回来了，对。对对对，补血而已。哎，汪汪，哎，鬼鬼！哇，还在打，还在打，他们决定战到底了，鬼鬼！鬼鬼，不要举盾啊，挥一下。鬼鬼是否要掰了？哇，说主场的那一队快死了、欸，怕啊！主场死亡优势。哎、欸，干什么？怎么有水？哦，对不起，我那个……哦，没有，吓到，我有人来了。天降讲的比较快，节省时间。嗯。哦，水流好大、啊。哦。哇！主场队死了。而且几乎没扣什么血啊！他们长这么凶，环游世界收头，我的天！所以他们还在地表。现在时间三十分钟是基数，白天了，现在不是白天哦、啊。没有，现在晚上了。哦，对，基数是晚上，嗯，所以还是晚上之前杀了他。他 趁第一天白天的时候出去，我就知道这窟窿。哼，还想绕背？哇，还要把窟窿当 boss 打、啊？刚刚从天而降，然后绕我背，这么可怕、啊？对啊，这里世界太危险了。哦，妈妈，钻石区，钻石区，哇哇哇！我先点亮附近。哇，那我可以穿你衣服了。哎、欸，好想要有甘蔗哦。嗯。哭、欸。嘿。哦，今天转运大爆发哎、欸！转运大爆发。傣门哥，这样子我等一下看到哪一队？有附魔我们就可以打了，而且我们其实黄金也蛮多的。河豚，哦呦哎呦，我们铁也很多，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，不怕，什么都不怕。哦，感谢赞，感谢666。哎，啊，我知道为什么我一直那么好运了，因为鹦鹉吗？不是，我开场到现在一直都在吃西瓜。原来你已经在吃了啊！开场忘记踩了，集结两人份的力量啊！原来是这样，哇！西瓜神韵啊！等下掉命名牌，我一直叫西瓜，一直叫 Diamond， 颜色刚好啊！西瓜才可以给我鹦鹉、钻石各种的东西。哇！有4颗，有6颗了。
还不错，还不错。说西瓜很重要的。这里还是略为危险一点。青金石，哇哇，这岩浆怎么会爆出来？这么神秘。哦，没有，我刚才在想说，我今天最多还没遇到杜鱼，然后就遇到了，就真的遇到了。还好啦，你那套装备被咬不痛了。对，繁星，你应该有铁可以做铁装了。我想说，等巧克力换下来啊。嗯，可以。不会换下来、啊。这么神吗？没有那么 lucky 啦。我勤俭持家，好好好好，那你帮我做，继续掉。嗯，好。嗯。我还在谨慎的探索。要收服猫猫吗？欸，对耶，猫咪很棒耶，都钓鱼了。哇，这里真的不好探索啊，因为也算是一种峡谷。拿到了吗？嗯。哇，目前一个河豚吗？嗯。要不铁资源应该还蛮够的、啊，我这边有20颗铁了。好，那应该还可以，没什么大问题。这是无限水源吗？对啊，你捞啊。可以捞个吗？捞啊。尽管捞。狗狗不行啊，我们缺骨头，而且没有狗啊。嗯、对啊，没看到狗。看到。哦，苦力怕。在附近。哎哎哎，红色红色红色，红色。对对对，哇，红队坐标法师秋风，他们真的快快很靠近，很靠近，很靠近哦。我们吗？在哪里？对对对对对，我先过去你们的。好好好，有可能会站哦。我那边有苦力怕，巧克力前面有苦力怕，你小心。没关系，先走先走。好好，我们要走哪？没有没有，就先回来，聚在一起，把东西弄一弄。你要换岩浆桶？铁可以拿去捞岩浆。他们有在靠近，所以有可能会打。然后河豚我丢地上。哇，哎，骨头有。河豚，巧克力要河豚桶吗？好，你那个阿比地上骨粉，你先再继续撒。好，那我把水跟河豚放箱子里。好。有繁星有在看吗？有有有有，刚刚蹲下没看到。啊、只有一个河豚桶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做出哦，没事。我想说，做出河豚桶，怎么铁还在？关键是我们现在没有什么岩浆桶啊。回去的路好像有岩浆哦。对，我用鹅卵石包住了。嗯、OK。而且重点是他们不来，我们其实也可以过去打，因为我们现在还蛮缺物资的。哦、只是如果有金苹果，真的会好很多了。嗯，啊，掉一颗，掉一颗，漂亮漂亮。那我先丢箱子里哦。哎、欸，好好，我看 ID 了，往上跳了。看 ID 了，嗯，还蛮远的啦。我先做一颗金苹果。嗯，好。反正我给你两桶岩浆桶哦。好。那巧克力那个金苹果要先给你吗？好啊，啊谢谢。啊，在你后面，吸到了。哟，感谢。啊，这样子，手上东西好满哦。怎么样？要率先过去吗？趁我们现在。物资还蛮充沛的，看你咯。好啊，打啊。走走走走走走走。哎、欸，确定每个人都有铁剑吗？骨头。铁剑。
铁剑或者是铁斧，至少一把。师傅，我拿铁剑。那你铁剑吗？嗯。那个繁星有铁剑吗 ？No。我帮你做。我放箱子里铁剑。好。你就来咯。那这条通道是怎样？没有，我挖的啦。我刚刚想说愚公移山有没有？愚公移山。哦、挖一条。哎呦 ，Creeper！ 哇，我们过去一堆怪，要不哇？那是召唤了一堆。有一只哎、欸，哎、欸，看我。他看我了。底下还有一只 Creeper。我有，嗯，今天一直被打到。嗯、很近，很近，很近。很靠近哦，还有怪吗？还有怪吗？没看到。好，有吗？我没看到 ID 耶。对啊，看到 ID 平行的平行的。有这一层，可能要挖的。嗯，应该不是你，这应该你用的吧？这边都是我用的。哎、欸，等一下哦。你们岩浆都有捞了。对对对对，好好，繁星你挖，小心那个蠢鱼或什么的。阿比可以靠近一点。好。有带到鹦鹉。那其他游戏玩的我一直很怕后面有人。回去等着我们的。怎么样？挖通了。他们看到了。看到了是不是？嗯。有啊。哎，是闪闪哈基他们哎、欸。你等一下哦。我另一条也走哦，好，来哦，手上银浆桶，一二三，喂，干掉一只 ，OK 吗？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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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在追那个闪闪，他一直放石头，他逃掉了。你们去哪了？一起玩，一起玩，一起玩。哇，出路法，你要小心哈记哦，我怕他蹲下牢了。我刚都在上面，都在上面。你们是往上哦。对对对对对。一个大迷路。可以来跟我一起挖，靠紧一点。哇啊，这边第一层。哎、欸，岩浆到岩浆了。啊，可惜。比较难追了。收拾一下，看顿顿用什么挖。铁一个。铁两个，哎、两个金苹果，哎、苹果苹果有两颗，苹果两颗金苹果，我想要两颗金苹果，你拿着你拿你拿，好好好，我有一点点想要再追一点点啦，啊，你们可以看这附近他们的那个地势，因为闪闪他们其实都没什么血量，我觉得还好，地势鱼骨，对我先把这个路开通，哦，白痴哦。岩浆，小心哦！刚跟闪闪站太远了，我想他应该会打到底的啊，断腿。要怎么打？也没有什么了啊。他们岩浆桶也少一桶，因为他为了要到那里。哎、欸，哇、欸！上面有蜈蚣，天降蜈蚣！小心哦，小心哦！你去打，你去打。你去打造橘盾，橘盾。他们可能往到地表上了。哇，他们那么多橡木树苗，真的。我们现在优势就是很多苹果啦，金苹果。那我们先回去了、哦。好。哎呦，我说这个地洞一定哦 ，Creeper 非常有可能遇到别人。哎、欸，附魔器啊！附魔的，附魔的。又一个，好。你先打，一样举盾，打完之后举盾。你不要打，你不要举，啊、你不要。对你不要贪心，犯蠢了。对对对对对，我在想这里我要如何？
我有点想要顺便去地表逛一下。可以啊，已经偶数了。好，对，我就看白天。那么我插火把之后我去。好。然后这边刚被炸过。我记一下哦，九八零三七七零。八零三七七零。八零三七七零。哇，回来就有树了呢。长了两颗。来，骨头再给你撒吧。哎，路超烦的，感觉他们不是上去耶，找个路继续挖，然后往下挖，对不对？可能。附近没有人。又有鹦鹉，你要收编更多的鹦鹉吗？对。繁星，你刚刚有拿到树苗？哇，好多只哦！我只能选一只红色的，就是你了。恭喜！你刚刚有拿到树苗吗？哦，给你。谢谢。